家好，我是星光体育课的 Irene 老师，很高兴又看到大家咯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呢，一样是摩登舞里面的华尔兹。好，大家对于国标舞的认识不知道有多少呢？好，有上过老师的课的话，我们应该都会知道国标舞分为两大类，就是摩登舞跟拉丁舞。摩登舞呢，它比较优雅一点，那它的框架呢，就是都是保持同一个框架从头到尾。那拉丁舞会比较活泼俏皮一点，所以呢，手会有比较多分开的动作，舞伴跟舞伴之间呢，也会有两个人分开的动作，不会完全的黏在一起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学华尔兹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今天要先学的步子呢叫做方块步，所以会跳出一个正方形。那我们在家里呢，只需要一小块空间可以跳正方形的步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我们要跳右转步。好，右转步顾名思义呢，要从右脚前进开始。好，现在老师可以稍微站在中间一点的地方开始。好，我们先来走一次，右脚前进，左脚向侧，右脚并左脚，很好。我们再一次试试看，右脚前进，左脚向侧，右脚并左脚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都先手叉腰，让我们轻松一点。好，站直的时候记得我们都要缩小腹，抬头挺胸，把肩膀拉高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抬头挺胸，缩小腹。好，从左右脚前进开始，一二三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后退咯，从左脚后退，四五六，很好，我们再一次试试看，右脚前进，一二三，左脚后退，四五六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老师我不知道哪一只脚前进哪一只脚后退，我有左右部分的障碍，好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前旁并后旁并。好，这样数口诀的话会更容易的记起来。那我们现在数一次口诀，你们可以在心里面或者是数出来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右脚前进，前旁并，左脚后退，后旁并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试试看，右脚前进，前旁并，左脚后退，后旁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老师看背面。好，请大家看一下我的背面。好，我们从右脚前进开始，一二三，左脚后退，四五六。好，再一次右脚前进，一二三，左脚后退，四五六。好，这次呢我们来数前旁并，前旁并，左脚后退，后旁并。好，再一次右脚前进，前旁并，好，后退，后旁并。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？相信应该每一个人都学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一次试试看，右脚前进，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练习，一二三，左脚后退，四五六。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左脚后退，四五六。那我们可以一直重复这个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跟音乐试试看。我们来练习数一拍子哦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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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准备，预备，走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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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老师换方向。好，这次看背面，预备，走，一
不知道你们学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记起来啊？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？好，那国标舞有这么简单吗？当然没有，因为呢，它要换很多个方向。刚刚啊，我们练习的是右脚前进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试试看的是左脚前进，所以当左脚前进的时候，我们顾名思义就会从前进的那个人的方向来命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左转步，左脚后退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次的话，我们退右脚，四、五、六。好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退右脚，四、五、六。好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我们一样来数前旁并、后旁并。好，跟我一起数看看，左脚前进，前旁并，然后后退，后旁并，左脚前进，前旁并，退右脚，后旁并，超简单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来看背面，背面的示范。好，一样，我们从左脚前进开始，前旁并，后旁并，前旁并，后旁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一样，我们来搭音乐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听到音乐，我们先数一下拍子，再开始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不知道大家在家里看影片学的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简单？有没有觉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国标舞？好，那我们刚刚呢都是从原地开始，刚刚是最简单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呢就是我们要换方向。好，刚刚我们是只有原地，对不对？这次呢，好，我们做了一个的一二三之后，要向右转九十度。好，我们从右脚前进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你转了九十度了吗？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回来。好，向右转九十度，所以会往你的右手边转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如果你成功的话，我们要来后退咯。好，一样要向右转九十度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会看我的后面。四、五、六，好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一、二、三，所以看到新的面向。好，准备后退，四、五、六，
好，所以呢，你做了四次之后，就会回到你原本的方向。好，如果你做了三次之后，你就迷路的话，哦，那可能就是多一次或是少一次。好像 Irene 老师就是常常那个不能左转，开车的时候我要做三个右转，然后我有时候可能会只做两个或是多做一个，我就会糟糕，我迷路了，我不知道开到哪里去。好，所以这个它其实也是需要有一点点方向感。好，我们再来试试看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试试看四个方向。好，第一每一次都是向右转。好，第一个方向，一二三。好，左脚后退，第二个方向，二二三。好，右脚前进，第三个方向，三二三。最后一个方向要回到原本的地方哦，四二三。你们有成功吗？超期待看到你们跳的，因为每次老师教实体课的时候啊，就会有很多同学就会，哎呀，他跟别人转到不一样，然后就会变两个同学面对面，就想说，嗯，到底是谁跳错？然后或者是原本是要进右脚退左脚，那他可能进了右脚，他又再退一次右脚，就会变成在原地很紧张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哈，脚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只要记得是右前进，左后退，右前进，左后退，你就会成功的跳出右转步。好，跟老师说一次哦，右前进，左后退，右前进，左后退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可以一边数口诀，然后一边跳一次，前进后退。预备，开始，右前进，一、二、三，左后退，二、二、三，右前进，三。二三，左后退，四二三。好，你们有没有回来啦？还是你们迷路了？我们再一次。好，一样哦，我们把肚子收扁扁，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刚吃饱，让我们的小腹藏进去，然后把肩膀放轻松。好，背开始，一二三，左后退，二二三，右前进，三二三，左后退，四二三。好，如果回来的话可以跟我挥挥手表示，哎，老师我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呢是右转步，完蛋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要讲左转步，通常啊学完右转再学左转的同学会马上很崩溃，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刚刚到底跳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考验一下大家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右转左转会分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左转步，从左脚前进开始，一二三，右脚后退，二二三，左脚前进，三二三，右脚后退，四二三。好，我们一样哦，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现在的方向呢是不是一直向左转，还是呢你会左转到一半突然右转，那你就会搞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这次呢是坚持找自己的左手肘，所以我们每一个转都要向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试试看，一二三。好，右脚后退，二二三。好，左脚前进，三二三，右脚后退，四二三，你回来了吗？还是你迷路了呢？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我们这个动作要多跳几次，因为如果啊，就是你在做基本换方向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很紧张的话，等一下老师放音乐，你就会更紧张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左脚前进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推右脚，二、二、三，进左脚，三、二、三，推右脚。四二三，有没有成功了？是不是超简单的？好，那我们这次跟音乐试试看右转步，然后我们再跟音乐试试看左转步，大家加油哦！我们来换一首好听的音乐。Thank you.
试着跟音乐看看。然后我们先数拍子哦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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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，预备走，一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为什么要休息一下？因为一直向右转会说老师我头很晕，所以我们跳两圈就可以休息一次。好，这次我们跟音乐向左转，好，我们一样抓一下拍子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数在心里面，预备走，问，第二圈，好，老师心里已经有很多小剧场了，我都幻想着你们全部都跳对了。好，我就假装你们都跳对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手势的部分。好，之前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上 Tango 的话，已经有学过 Tango 的手，那基本上 Tango 的手跟华尔兹是差不多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从来没有学过国标舞的话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讲一次。好，关于男生呢，好，男生出去要舞伴的时候，会把你的左手举高，然后右手打开来。好，所以看一下老师的背面。好，男生是左手往上举高，然后右手打开来，你的肩膀呢会跟你的会跟地板是平行在一条线上，所以记得不要耸肩，很多男生他们会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肩膀，我们放轻松。好，让你的手保持宽一点，因为很多人他们会手掉下来，那女生她就会觉得不舒服哈。所以我们当男生呢，要给女生一个很舒适的空间，就是要尽可能的膨胀你的框架，这样女生她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好，这个是男生的框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女生的框架。好，女生的框架刚好跟男生相反，所以呢，男生是左手举高，女生是右手举高。好，我们一样，好，看一下老师的背面。好，女生是右手举高，因为这只手会跟男生牵手，然后女生的左手呢，它会扶在男生的右边的二头肌的位置。好，扶在男生的二头肌、三头肌那边的位置。然后呢，你的右手，女生是右手高。好，一样哦，保持你的肚子收进去，右手高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好，男生的框架。好，女生的框架。好，如果你们都练好的话，我们现在呢搭配框架，然后再做一次右转跟左转，而且要换方向。好，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咯。好，一个深呼吸，我先做女生的框架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练习。好，右转步，大家知道右转步要出哪一只脚前进吗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右脚。对了，没错，这堂就是自问自答。好，假设你们都很专心在听老师说话的话，我们是右脚前进，右转步。好，准备开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手放下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扮演男生的角色，所以呢请男同学跟我一样把手举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要换左转步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左转步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学会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，我们的录影的地方就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